镜头，跟我们理事长来做一个合照。给我们点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台北市云林同乡会总共募集了188.8万元啊，针对我们云林县45个学校236个清寒优秀的子弟哈，来给他们鼓励哈。我想我们所有里外的同乡啊，在外县市服务，但是心都挂念着我们云林县自己的子弟哈。那同时呢，在廖全平理事长带动之下哈，又募集这么多的这个资金哈，这么多的经费来帮助我们清寒的这些孩子，我相信给他们更多的鼓励，也感受到社会的温馨，这对他们来讲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一定感受到社会给他们最大的资助，那也感受到同乡给他们的情谊。我们也希望这些学生小朋友拿到这8000块能用功读书，那将来能为云林来争光，来为我们同乡会来争光，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县长特别拨空来给我们举办这么温馨、这么盛大的一个讲述的一个盛会，我们非常感谢。